今天我们抽到的第一组看图腾的号码是1283、1283、1714、1714、418、418、911、911、1747、1747、119、119、677、677、978、978、765、765、1268、1268。请抽到号码的同修到台前准备。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恭请尊敬的卢军宏台长为我们慈悲看图腾。好，下面给大家看图腾啊。你讲吧，下面话筒有吗？没有，下面那个没有。啊，有了，有了，有了。台长新年好，给台长拜年，台长辛苦了。啊，谢谢，谢谢。台长，我问两个亡人，一个是我父亲，他姓何，任何的何，文化的文。魁就是一个大字下面两个土。啊，魁。耶，魁。啊，叫姓什么？何文魁。文化的文啊。对啊。何文魁是吧？什么时候死的？1993年。何文魁是吧？哦。你爸爸长得蛮高大的，对对对对对，哎，头发往后梳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太好了，眉毛还他很浓的，哎，对了，台长、哎，谢谢你，啊、哎，已经在天上了，在御界天，哦，谢谢台长，太好了，谢谢了，我给他，你跟他，你跟他像的不得了，哈哈哈，你不像妈，你像爹，谢谢台长，谢谢台长，好了，还问一个亡人叫庄，庄重的庄，丙是甲乙丙丁的丙。还有一个辛苦的辛，庄丙辛，他是2014年去世的。丙丁的丙有火吗？没有。庄丙什么？辛，辛苦的辛。男的女的？男的。2000几年走的？2014年。阿修罗，阿修罗，谢谢台长，谢谢台长啊、嗯，辛苦了啊，拜拜。这个人呢、啊，活着的时候脾气很大。哎，对对对，对脾气大，对对对。好吧。谢谢台长 ，OK， 好好好，谢谢台长啊。来下一个，嗯，哎，老妈妈来。台长你好。你好。嗯，嗯，我叫林诗英，哎、我是1936年9月28号农历出生的，哎，1936年，属于鼠，老鼠的鼠，老虎的虎还是老鼠的鼠、啊？老鼠的鼠，老鼠的老鼠的虎，老虎的鼠，鼠，我搞也搞不懂了。我普通话不好，不好意思。是什么？卢台长，他是鼠，老鼠啊鼠，几几年的鼠啊？哎，1936年。好，老妈妈想叫我看什么？36年属老鼠。我想台长，看看我身体。啊，老妈妈，我给你看啊。好。从上到下呢，我帮你稍微看一下。你现在呢，这个后面的脊椎啊。脊柱啊是歪的，所以你的腰很不好。对对对、嗯、对，鼓掌。对。还有老妈妈，你的眼睛很不好。对对对、啊、对。还有老妈妈，我告诉你，你的心脏也不好。
好，对对对，对，真的，对，真的。还有你的关节也不好。对对对，真的真的，谢谢谢谢台长。老妈妈，你记住我句话，我还要帮你讲了，你的牙齿都不好啊。对对对，我什么都看得见的。真的真的，谢谢谢谢。我们老妈妈，你要念经啊。啊，有。我刚刚看了你身上的还有一个小孩，你过去掉过孩子的，告诉大家对不对啊？哎，对对对对。好了，我谢谢不是啊，我还要，你要给孩子要念，还要念54张小房子。好好好，好吗？好。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我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先生啦，是刚刚2015年农历7月20日。去世的，去世。你就告诉我叫什么名字就可以了。梁，姓梁的，梁达明，发达那个达。发达的达，梁达明、那个、是吧？是是是。明是什么明啊？达明，光明。光明的明啊。哎，对对对。去年走的是吧？哎，今年。今年走的。啊，去年九月。去年了，去年现在讲是去年，2015年7月20号。他走的时候蛮痛苦的。对对对对对。对。老妈妈，你现在呢？我是这么讲的。你呢？没帮他念什么小房子，你呢？找过别人给他超度过，庙里呀、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超度过，对对对、对。我讲给你听，他现在也把他算超上去了吧，在阿修罗道。哦。你的先生脾气非常不好。啊、哦，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听得懂吗？其他的呢，没什么大问题。你呢，帮你先生如果继续念68张小房子。看看能不能把它抄到那个天界去，那是最好的了。我现在念了130几的小房子，还要念68张小房子，看看能不能把它抄到。感恩。你想不想晚上见见他了？你要见我，可以晚上叫他来看你的。好。要不要啦？要。好。我想啊。我不想，我不想见他。我不想。一会儿想，一会儿不想。我真的不想见他，我真的不想见他。我只是念给他小房子。对吗，台长？对吗？对对对。我听错了，我听错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妈妈，你记住。他呢脾气不好，另外呢他现在呢心中还有很多的恨、他走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孩子，他很生气，对他、要叫这个孩子给他念，这个孩子不给他念的话，他以后会找这个孩子麻烦，会让这孩子生病的。明白吗？对对对对对。有没有这个孩子啊？他很生气的，经常骂他的。哦，对对对对，真的真的很对，好，真的好对，好对，好对好对，说的好对，说的好的。老妈妈，你赶快帮他超度到天上去的话，他就会在人间没有兴趣了。阿修罗道的人呢，很容易下来的，明白了吗？谢谢卢台长。我妈说想给我儿子看看图腾，可以吗？看看图腾，已经本来已经看两个了，一般只能看两个。谢谢。你儿子，你就问一个问题吧。比方说，你儿子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就问。就是，他是属狗的，是1995年属狗的。你有什么问题吗？是读书方面，还是比方说今后啊、这个方面什么问题？身体和读书。啊，我看看。哦，要当心啊！这孩子有点自闭啊，整天躲在房间里打电脑不出来。对呀、不愿意见人，不愿意讲话。啊，是的，是的。
明白吗？对。好吧。他以前有点自闭，他现在好了一点。我帮他念了好多小房子，他好了很多。好了，好了很多，还要念。小房子大概还要念380张吧。跟他念380，好的好的。好吗？好的。给他放点声。放生放了，帮他放了100多条。嗯，他这个自闭症现在是减轻了，你们家倒是有护法神过来。哦。护法神经常来，护法神来的时候呢，香会打卷，有时候。我从来没有看过打卷，不过我希望。有没有油灯？有啊有啊。油灯接莲花有不啦？我不会看。油灯接莲花呀，香打卷，油灯接莲花，好的，好的，好吗？好，好了。感恩卢台长。啊啊！谢谢，谢谢。台长您好。你好。学了心灵法门，越来越开心，谢谢台长。嗯。我想帮中国一个同修问一下，他是七一年属猪的女的。七一年属猪的是吧？女的。嗯。看到了。想吧，你想问他什么？他先想请台长帮他检验一下他的精质量练得好不好。七一年属猪的是吧？女的啊。可以。他小房子念得怎么样呢？可以。都可以，嗯，但是他觉得就是他大概是学了2年多的这个心灵法门吧，但是他觉得他进步不大，就是里边就是自己日常生活里边也出现很多状况，他想台长给他指正一下他缺点。他的业障太多，他业障，你叫他每天念5遍礼佛，嗯，才念5遍礼佛消点业障，他才能求得灵。你们记住了，凡是求的不灵，就是业障太重，那么就是要念礼佛。所以多念礼佛的人，业障就会轻很多，明白吗？他现在只是念1遍礼佛每天，因为他怕他小房子跟不上，因为他每天，早上都是上班，一直到晚上8、9点才回到家，这个、他又没有时间。这个没有时间，理由没有办法讲的。嗯，就等于说你没有理由，说我没有时间吃药。那医生说你病怎么会好呢？他主要就是业障问题，他灵性没有是吧？身上没灵性吧？属猪的是吧？属猪的，71年女的。没有。没有。这个人很干净的，蛮好的。嗯，蛮好的，很干净，就让他就念礼佛就可以了。对。请台长帮他看一下他们家那个佛台怎么样。啊，他房间很小。嗯嗯，佛台放得很小。嗯嗯，还可以。还可以。哎，右边不好。嗯。就是面对佛台的右边啊。面对佛台右边。哎，边上那个房间好像气场很不好。好好好。嗯，叫他。就是念礼佛，就是加强礼佛，念5遍。对。好，行。好吧。好好，谢谢台长。嗯，没什么大问题。好。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我儿子是2014年属马的，我现在帮他做的功课是那个3遍大悲咒，7遍心经，21遍消灾吉祥神咒，21遍这个七佛，这个我要不要调整一下？因为就是从怀上他一直到现在都这样子念，要不要换一下？嗯，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你叫他心经加强一点吧。心经。心经加强，你叫我可以告诉你，你这儿子有点讨债的。嗯。明白吗？从小有多动症啊，不停的要你抱啊，要什么？对。跑来跑去的。很调皮，特别调皮。啊，花掉你很多钱。嗯，听得懂吗？嗯，没什么问题的。他在哪方面花掉很多钱呢？有看病啊，小时候看病啊，嗯，啊，用你的东西啊，嗯，啊，在家里啊，嗯，啊，你帮他补习啊，嗯，那这不叫花钱啊？还没开始，因为现在才也1岁多一点，就以后会花很多钱。你帮他 kindergarten 啊，还有 preschool 啊。嗯，你都帮他花钱了，对对，花很多钱了。对对对。啊，我都看得出来，你再不承认，我就讲给你听。你经常替他给幼儿园老师送礼物。嗯。
老实一点讲。现在还没去，现在在排队呢。没去呢。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他现在应该14岁了吧？没有，2014年生的，属马的，才16个月。男孩子。好了，讨债鬼。嗯。你当心存点钱给他吧。好。我看到的将来，全部都是你花钱。好。好吧。好，谢谢，谢谢台长。存点钱吧。师父好、哎、我是新西兰的，新西兰来的、哎、我代表新西兰共修组向师父请安、嗯、谢谢师父、嗯、师父辛苦了、嗯、讲吧，抓紧时间。我现在身体、去年检查身体、肠道有问题、我现在 学心灵法门一年多了，我不知道现在如何。几几年属什么的你？50年属虎的。啊，下肠胃，肚脐眼下面这个地方，嗯，癌症，癌症长东西了，嗯，那师父我还能念多少张小房子呢？你自己不知道的？我现在一直也在念，但是我你自己不知道这个毛病的？去年才发现。他不讲，他以为我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了，嗯，你嘴巴不好。年轻的时候嘴巴非常不好，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嘴巴造过大口业的，你一定要好好的改的。谢谢师父。你要不好好念经的话，你怕什么丢脸呢？你我现在不讲你的话是在给你消业障了。谢谢师父。你要是再不改的话，我告诉你，你活不长的。现在很厉害，你已经有过地府，已经有过上面有人来看过你了。啊，谢谢师父。黑白无常已经上来过了，你应该有一天晚上睡觉突然间醒过来，好像有一个影子，有没有？一看，哎，好像没有人，就哎，好像床边上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来弄你的。哎，谢谢师父提示我，我一定好好修。我告诉你，你还有掉过孩子。对，我做过一次流产。一次了，嗯，知道的是一次，对，还有其他的不知道的，是吗？你自己都不知道的，听得懂吗？听得懂。我讲什么，你是老实一点的。我跟你讲，你要再不老实的话，你自己吃苦头。我可以告诉你，你肠胃这个地方已经造成你现在那个内分泌失调，肠胃非常不好，吃东西不消化。鼓掌，你们不鼓掌、我不讲了。听得懂吗？听得懂，师父。你要好好改毛病了。像你礼佛，像你礼佛至少念2000遍。是的。好吗？可以。你要放生，你要放生。你这个人啊，我告诉你啊，钱嘛也是有的，但是太小气，从来自己不舍得拿出来，自己也是很省吃俭用的，明白吗？但是你要记住，要放生，不放生的话，不延你的寿。师父，我2015年我放了3-4万条鱼。什么？我2015年的时候，我夏天回哈尔滨的时候，我已经放鱼了，放生了。但是我下次我还是继续放，我想。小气吗？大家听到吗？2015年我已经放过了。你昨天饭已经吃过了，你今天吃干嘛？我回去以后还是继续放，师父。继续放，大喘气。我错了，师父。你自己好好修了，我告诉你，你现在，我告诉你有一点扩散的趋势。你念了几张小房子了？我一共念了300张左右，但是给我自己念是念了100多张，因为给父母念，还有哥兄弟念。你太厉害了，年轻的时候太能干，我只能这么讲。你自己也得罪了很多人，你也造了很多业，你自己肚子里最清楚。你不要我在这里跟你讲出来，听得懂吗？感情上也出过轨，还要我讲啊？改正。老实一点。是的，师父。好好的念礼佛2000遍。小房子。好好念。1300张。行。好吧。好的，师父。慢慢念啊，还要吃全素。我已经吃9年了。吃9年了？对，我原来是修净土的。
嗯。哦，你还帮人家做过很多水陆法会。对。有两个鬼来找你。是啊。嗯。嗯，我做两次大水陆法会，看见了吗？嗯，我早就跟你们讲了，你自己根本不可能承担得了这么多鬼来找你的。水陆法会什么意思？听得懂吗？就是去给鬼超度。超度水陆。啊，你想想看了，你就你这种人，自己身上业障这么重，你还能救鬼啊？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你还能救鬼啊？先要自度才能度人的，听不懂啊？师父，我知道了。好好修啊。你没有法师他们这种愿力啊，所以你怎么跟能够跟法师一样啊？听不懂啊？听懂了，师父。好了。嗯，师父，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三个多月前我做了一个妇科手术，有个肌瘤，我不知道现在。几几年属什么的？50年属虎。啊，没了，割掉了。嗯、好了，没问题。现在蛮干净的。哦、谢谢啊，好像是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当时啊，就割的之前啊、嗯，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嗯，我都看得到，割掉了，两个都割掉了，现在蛮干净的，嗯，嗯，没什么大问题。好像你肚子上还动过一个手术哎，有一个刀口。肚子上、啊。嗯，做过什么盲肠啊，什么东西吗？肚子上没有。嗯，做哦，那就是开这个刀了。啊，那就是这个了，就是、没做过手术。哎，哎，对了，对了，对，就是这个。师傅，我还有一个问题。切到里边了。嗯。啊，师傅，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口干，5年前我有一个家里有个突发事件，然后口就干了，现在就是口干，舌头发硬，就是也经常是起包。啊，看到了。这个地方非常。你不但口干舌燥，而且你的。早上每天睡醒的时候会发麻，对的，嗯，是的，是的，师傅，嗯，我告诉你，嗯、你还会抽筋、啊，脚发凉，对对，嗯，我告诉你，你要当心了，嗯，你千万要当心了，你要，我觉得你要泡脚，吃丹参片、嗯，好吗？好，现在我告诉你，你身上有两个小鬼，嗯，一个是大人，一个是小的，你自己想办法去抄吧。嗯，好吧，这个鬼是从哪来的？我不知道，师傅。一个是你去，水陆法会吗？哎，引来的、啊。还有一个是你打胎的孩子没走。啊，我给他念了65章，还得继续念。没走、嗯，没走。嗯嗯，而且我告诉你，有一个、嗯、那个大的鬼经常在你们家里闹腾，你们家经常房顶上听得到声音的。是我屋里经常听到声音，我还以看见吧？我以为在。因为我在奥克兰买的是二手房，我还以为房子里的。房子嘞、嗯。要不要晚上我叫他来看看你啊？嗯，不要了，师傅。我还有一个问题，师傅，我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身上就是往里抽，是和灵性有关系吧？就是，抽一次基本上少活一天。嗯。哎，我跟你们说真话，你们记住了，经常抽筋的人做噩梦，抽筋的话少活一个月。所以经常做噩梦的人醒过来慌得不得了，头上什么冒冷汗，我告诉你、嗯、抽一次少活一个月、嗯、你去玩好了。我就是身上特别紧那种，就是往里抽的、你跟我记住了、嗯、你的血液出问题了、嗯、从医学上来你的血液血凝度太高，听得懂吗、嗯、听得懂。你自己赶快吃丹参片吧。谢谢师父、啊、好吧，还有要念经，把两个鬼念掉之后你会好很多的。师父，我得念多少张小房子？还念多少？86张，一个小的。啊，谢谢师父、嗯、还有呢，那个呢？260。啊，好吧，260，好的。还有要忏悔，每天最好念3遍到5遍礼佛。嗯，师父，我现在基本上每天念5遍礼佛。几遍？5遍。嗯，可以啊。我49遍大悲咒，21遍心经、嗯。你很能干的，我看到你的过去非常风光，而且你的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没想到现在变成这样。嗯、是的，是的，我愚痴，谢谢师父。愚痴就知道，愚、啊、痴就知道，知道了吗？知道了，很多人当年很多人喜欢他。所以想想没意思的呀，对不对啊？是的。好啦。嗯，谢谢师父。我现在点化你，把话筒放下。感恩师父。赶快跟我下去吧。
你好，台长。哎。今天很高兴能参加这个、哎、这个听证会。哎。那个，我想提有两个问题要问问你。哎、你讲吧。那个，我首先呢，我先说，因为呢，我从来没学过、哎、佛法、哎，然后对佛教的书呢，曾经看过，但是我觉得很深，哎、我看不懂。你今天听我讲的浅不啦？啊，今天听你讲的就是跟日常的生活特别融洽、哎。对了，就白话佛法。所以，哎，我觉得就非挺受教育的。哎，啊，现在就很节约时间嘛，我说两件，问两件事、哎。你说吧，老妈妈。啊，我的丈夫2011年7月24日去世了。哎，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呢，非常重视这个文化学习，所以也是学校的高材生，嗯，所以他有点一辈子怀才不遇，嗯，所以2011年呢，因为得了结肠癌就去世了，嗯，我呢就是想问问他现在怎么样，在哪里？他的名字叫黎，黎明的黎，永远的永，福禄的禄，黎永禄。看到了，老妈妈，我告诉你好吗？好，谢谢。他跟你非常恩爱，谢谢。你们两个几乎不吵架的，谢谢。对不对？告诉是这样子。嗯，我告诉你，你的先生人非常好，是一个文质彬彬的人。对对。我告诉你，他这个人长相样子都非常的端庄。现在我看见他在天上。居然还戴个官帽，说明他已经在天上做官了。谢谢谢谢。老妈妈，我告诉你，一个人一辈子不害别人，不做坏事，是是。我告诉你，照样上天。所以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是。老妈妈，我告诉你，他过去的毛病你就知道，台长看到是他了。我形象我不去讲，他个头很高的。他那个长得文质彬彬的，倒是。我告诉你，第二，他的鼻子很大。对对，一点也不错。啊，特征。你说我们两个像吗？像。对。他你们两个有夫妻相，但是呢，你脸比他长。对对。鼓掌。但是老妈妈，我现在告诉你，他对你有几个意见。哦、第一，你把他的那个坟墓啊，埋的不是太好。哦，后来我又换了，换了，换了，而且呢，花了3万块钱换了。哎，我告诉你，换了他也不满意。那怎么办呢？啊，你以后要帮他超度掉，他就慢慢就好了。怎么超度呢？现在你还得给他念小房子。因为我不会，我不懂。他放不下你，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他走的之前，他的小便非常不好，他有前列腺。太对了。大家看见了吗？啊，所以老妈妈，我告诉你，人其实很傻，不会死的。人以为，哎呦，死掉了，一口气没了就死了。实际上，他死掉之后，他真的什么都看清楚，什么都明白了。对，明白了吗？他临走的时候对家里很不放心。他对你不放心，他主要是说你的身体不好。嗯。他说你的心脏很微弱。太好了，对，就是这样。现在知道了吧？就这样。啊，现在大家相信了吧？啊，你们今天当场见证的就相信了。如果不信，听人家讲，你不相信啊？因为我是从北京这边来的，特别过来的，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而且很幸运的就抽上了这个号，哦，一点没有托什么的，这绝对没有。他说什么？他说什么？脱了，开什么玩笑啊！台长开了几百场啊！在很早以前啊，他们有的做的报告啊，然后怎么怎么样，我听说啊，哎，我说我这个呢，从大老远来的，我说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你现在服了吧？所以很幸运的，我说，哎，您说我的家里情况是这样的，哎，嗯，老妈妈，我告诉你了，你放心了，我告诉你，你的。你要是想知道厉害的话，我都知道你活几岁。啊，谢谢。哎，嗯，呵呵，你如果厉害的话，我可以叫你先生在一个礼拜当中来看你。谢谢。谢谢。我告诉你，这个是真实不虚的东西啊，否则全世界会有1000万人跟着我学的。开玩笑了。老妈妈，你记住了，
你的先生是好人，是好人，你也是个好人，谢谢，明白吗？怀才不遇，我告诉你，你先生脾气太倔，对，太直了，人家提拔他好几次，对对对，他刚正不阿，两受清风，对对对，所以他现在在天上呀，是是是，谢谢。人家明白了不啦？人家曾经让他当台当那个厂长，选当厂长，好的不得了。他不当，他说我自己还管不了自己，对，当不了。因为什么不当呢？因为他看的这个单位太腐败了，上了一个台长腐败一下，上个台长腐败一下，所以他是全单位，所以他是全单位，就是他是他是。他说什么？上个台长就腐败一下，上个台就腐败，怎么台长腐败啊？不是，我说是一跟你开玩笑的、哦、台长什么都知道、啊、好了，为了台长喜欢开玩笑、啊、老妈妈你今天亲眼看见了对不对，你自己都知道了，知道你好好的活着，好，谢谢，明白了吗？好，你很坚强，明白了吗？谢谢，自己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问心无愧，对得起别人，做好人，做好事情啊，永远要干干净净，你这个人就屹立在不败东方。好，为了节约时间，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好，这个问题我想也是我丈夫，他可能在天之灵，可能也是向我然后问的，因为我这个我的女儿啊，那个现在怀孕了，她是二月，因为医生啊最近查说小孩的头大，因为头大的是正常范围内大。因为他年龄大了，今年36、37了啊，所以医生呢让他那个提前生还怎么着、嗯？您看什么时间生合适？几几年属什么的？你女儿？我女儿是1978年，10月17日属马。78年属马的。对。好、哦，这孩子蛮大的。他是、嗯、应该是2月10号生。嗯哎，医生很奇怪啊，提前头怎么在上面呢？是吗？头没朝下。哦。横过来，一会儿烧上，一会儿横过来，羊水倒很多。现在我女儿在现场呢。啊，你问她好了，现在会踢她呢，这孩子。啊。你问她。她在现场呢。踢不踢啊？啊，是的，那肯定了，那、啊。头大没关系的，你跟她说。做剖腹产没有危险。哦，那不要做剖腹产，要自己生怎么样？有病啊！医生让他2月4日催产。你跟医生说，叫他剖腹产。哦。哎、哦。我看这孩子有点来历的，嗯。啊。嗯、不想从正常的渠道出来，因为它很干净，因为有的天上来的菩萨他、哦、基本上都是剖腹产的。哦，非常感谢。老妈妈你听得懂吗？听得懂，听得懂。哎，我今天来了很幸运，开心了就好。再次感谢卢台长。哎，好好相信啊。我再最后说一下，我以后怎么去学佛，我不懂，你简单。你待会到门口去问、okay、要念心经大悲咒礼佛三个经。哦。好吧，好，做人呢要许愿放生念经三种、哦、就可以了，什么都不要花，什么都不要做的、哦、就好好念经学佛，好好的有慈悲心、哦、不要恨、哦、明白了吗？你现在唯一的还有点恨啊、哦，你的心中过去人家对你不好你还不能忘记，你一定要忘记、啊、您说的太对了。我怎么把他那个坟墓能够在那个叫他安心呢？他这个坟墓呢现在是这样，第一次呢帮他弄得太烂了，这个坟墓啊，因为很仓促啊，对，草草的就下葬了，他很不开心，对对对，所以第二次呢又是托人弄的时候呢左讲钱右讲钱，他这个人呢特别的刚正不阿，对对，他这个人呢非常的就是说我做什么事情好像你们为了我这个坟墓好像左右扣掉一点，那么要便宜这个要怎么样，他不开心哦，你们跟他讲讲就好了，
跟他忏悔忏悔，跟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我要跟我先生某某某讲几句话，叫他安心，叫他不要有想法，我们是凡人肉胎，如果有得罪的他的地方，叫他多多的原谅，一讲就好了，好吗？行，你这个先生就是这样的。我先生那个培养了好多那个高三的学生，考入好大学。知道，而且你先生，我告诉你了，你们弄那个坟墓啊，最后搞来搞去啊，还是用了他很多钱。啊、哦，听得懂吧？听得懂。所以他心想，用我的钱还要不给我用，听得懂了吗？嗯，哎。好，谢谢台长啊，谢谢。好，你看。你们大家都看见了，对不对啊？卢台长你好。你好。谢谢你啊。啊。我想请教，我问一个孙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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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子啊。不是。孙子。他是1997年。1997年。属牛。97年属牛的，是、啊，嗯，看到了，老妈妈你说吧，想看什么？就是看他的事业，身体跟学业。不用功。啊，对。思想不用功。啊，对。精神不集中。啊，对。啊，我告诉你呀、啊。啊。这孩子啊，身上有灵性。啊。明白了吗？嗯，明白了。是他妈妈打过胎的，他的妈妈掉过孩子。哦。明白了吗，老妈妈？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当然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会讲给你听啊。你就老妈妈，你现在这样，你的女儿如果不是女儿啊，你的啊媳妇啊，你的媳妇，如果你的儿子跟媳妇一起帮孩子念经，孩子会好起来。好吧，那么我帮他念行不行？你帮他念经也好，你就帮他念吧，老妈妈，好吧，啊、你帮他念69张小房子。啊，这个孙子你放心，人很聪明，啊，人很聪明，没什么大问题的，以后前途也会很好。啊，谢谢。好吧，谢谢。老妈妈没问题的、啊，这是有待于你们的家族，你们的家族前世有积福积德。我只能讲到这里，就是你积福的，明白了吗？连你的父亲啊，连你的父亲啊，都是啊做了很多的好事情，为社会为国家做很多好事情，对不对呀？对，谢谢。好啦。另外我想问一下，我老公。你老公。他是1936年，32年，36年属什么？属鼠，老鼠。想问什么，老妈妈讲吧。问他身体。血压高。啊，是。鼓掌。啊，是。我告诉你。啊，是。心脏有点问题。啊，对。腰不好。是是。对。现在小便也不好，晚上小便多。啊，是。前列腺肥大。是，看见吗？是。叫他脾气小一点，看什么事情都看不惯，要骂的。他很紧张。很紧张，什么都不满意，老妈妈听得懂吗？对。他以前不是这样。我可以告诉你，他有灵性在身上。是吗？我看见一个老太太在他身上，哦、可能就是他的妈妈。哦，那怎么办？嘴巴蛮大，就是你的婆婆。我没看。你没看见过？就你问他，嘴巴蛮大。他12岁就死掉。哎，他的妈在他妈妈死掉。哎，在他的身上、哦、现在、哦，嘴巴很大的。那要你。要念小房子，对，69张。啊，69，谢谢。好吗？谢谢。嗯，好了。好的，好。还有什么？啊，谢谢台长。啊，好了。我自己我就不问了，因为时间。没关系，老妈妈给他问一下吧，这老妈妈很好的，不容易。我是。你就问一个问题吧，你要看什么？
啊，身体。身体，你几几年属什么？啊，40年，属龙，属龙。哎呦，老妈妈，你怀才不遇啊！你怀才不遇啊？是吗？啊，老妈妈，你现在记住啊，心脏不好，好，胸闷气急。啊，对。对对对。老妈妈，我现在看你血糖也不稳。听得懂吗？是吗？血糖啊！是，我知道。血糖，你要当心啊，糖尿病啊。啊，原来没有啊。眼睛也不好。啊，眼睛不好。啊。啊，是有针光眼。啊、对。啊，老妈妈也掉过孩子。我自己不知道。哎，不知道嘛，算了，像你们年纪大嘛，都说我搞不懂啊。啊，真的真的不老妈妈，你的腰不好。好，是，对。嗯，老妈妈，你的脚有肿的。嗯。脚会肿啊。肿啊。哎。哦。小便不好。啊、哦，老妈妈，你要当心哦。嗯、你子宫有肌瘤。我是子宫。嗯，子宫有肌瘤啊，割掉了，割掉了是吧？是啊、又有小的，是吗？啊，零八年，你特别要当心，老妈妈，你能不能不要吃活的海鲜啊？可以啊。你为什么不能吃尝试素啊？哦。你现在的这个血液非常不好啊，你如果吃全素的话，你会变成碱性体质。嗯，因为酸性体质生癌症都是酸性体质啊。是啊。常吃素的人就是碱性体质啊。好好。老妈妈，你想活得长，听我话好吗？好啊。能不能吃素啦？可以啊。那好了，结束了，吃素。啊啊。啊，谢谢谢谢罗大长。嗯。啊，谢谢。所以很多人要想吃素，哦呦，难的嘞，好像，哎呀。感恩大慈大悲观心菩萨，感恩卢台长，感恩大慈大悲。我激动死了。感恩卢台长，为什么？哎，卢台长，我想问问我的第二个女儿，89年属蛇的，她的身上的孽的比例。业障的比例。对。哦。89年属蛇的。八几年属蛇的？89年。哦，89年属蛇的。哇，你这个女儿脾气很倔，对不对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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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条蛇勇往直前的，不回头的，你劝她什么话她不听的，对不对啊？对对对对对对。你想问她业障有多少是吧？对。26。哦，我想问问他身上的灵性有没有？有几张小房子？他身上的灵性是有的。在哪了？在哪了？我不。在他的腰上。腰上有几张小房子？怪不得他的腰很不好啊。哦。好的，卢大侠，感恩感恩。你赶快给他多念点小房子啊。几张小房子啊？不好意思，68张小房子，可以可以，好吧。还有卢大少，他的婚姻怎么样？婚姻不好啊，他命根当中有两次婚姻啊。哦，我知道了、知道了，卢大少，现在知道了吗？对对，我知道了。哎，所以你呀、记住了，你不要皇帝不急急太监呐、对，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对。哎，卢大少，我还要问一个，就是我的父亲。就是95年走的，他的名字叫周恩来的周，光明的明，五月三的月，他现在在哪儿了？你爸爸？对，我爸爸。你爸爸很厉害啊，很厉害啊。你爸爸在天上。哦，感恩卢台长，真的是感恩了，卢台长小房子灵的不得了哎，小房子。哎呦，小房子真的很灵哎！不得了，对。卢台长，我真的是，我常常做到我的父亲在。很厉害的，我告诉你，他可以，你可以做梦做到他的。对对。看见了吗？对，
从老家，他常常就是坐在矮的小凳子上。后来我跟我女儿讲，后来我2011年我打问就是心灵法文王，我普通话说的不好，心灵法文王。后来我女儿说帮外国念啊，就是从一阶一阶一阶到后来，他就是做跟我一起啊，他晚上做梦的时候就是宁波有一个九九天桥。跟我一起走了3届，我知道他到天上去了。你看了吧啦？对对，我是做梦做到的。对对，啊！哎呦，啊！感恩啊，卢太上，终于在天上了。哎呦，我的娘！你当心点啊！我告诉你们，灵性来的时候，有时候也是这种表现。啊！哎，卢太上，我还想问问你，61年说。牛的他身上的灵性的比例有多少？61年属蛇，属牛的。属牛的。对，男的。男的。女的。男的。61年属牛的。嗯，不好意思，卢太上。哦，嗯，蛮干净的，22。哦，谢谢谢谢，哦，我照我照。哎呦，我的心上的灵性不是孽障的比例有多少？你再给我说最后一点吧。孽障的比例。你的身上啊。哎。你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啊不好，现在是好很多了。你年轻的时候嘴巴啊喜欢讲啊讲啊，不停的讲，哦。你这个人的毛病呢是帮人家也是你帮，哦，对人家好的不得了，帮完了之后呢要讲人家，人家又骂你。对，我的娘！卢太上，真的呀，卢太上，真的，谢谢卢太上，谢谢卢太上。你好好念心经和礼佛，对，你会越来越好的。哦，心经跟礼佛。我告诉你，你上辈子是个男的。哦。我看到你是上辈子是个男的。嗯。是一个在邮局工作的。哦。所以你这辈子特别喜欢帮人家传递呀，弄什么。陆大家，我身上的孽的比例是多少？你现在身上孽障比例是28。哦，我还很多的，我要修，好好。你好好修啊！修修修！要当心啊，你的脚经常发凉。凉。凉，对，卢台长，谢谢卢台长，谢谢卢台长。好好念经，听得懂吗？对。啊，大慈大悲。嘴巴少讲话。我少讲话。言祸从口出。啊，对不对啊？对。吃东西要当心，要常吃素。哦，对，好的。你以后不要再乱吃东西了。哦，明白了吗？嗯，你这个人就是过去吃活的东西很多，因为我刚刚看见你的腰啊，你的腰不好嘛，对，你的腰后面有很多的鱼和螃蟹。哦，我要好好念念往生咒。你过去经常吃螃蟹。对。好了，谢谢，哎，大师大伯，卢台上感恩。哦，好嘞。大家开心不开心啊？卢台长你好。你好。我今天想问一下77年男的属蛇身体和工作。77年男的属蛇的是吧？对。嗯。啊，工作不顺利啊。对。这孩子啊，我告诉你啊，有点让人家呢不能理解他。其实他工作很认真。对，很努力的，但是呢，嗯，老有犯小人。嗯，听得懂吗？听懂的。你要给他多念点准提神咒。念多少遍？每天给他念49遍。好。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保佑某某某能够工作顺利。好。而且还要给他念姐姐咒。姐姐咒多少遍？他周围有很多人，他这个人呢，脸呢就是那个样，老板子，嗯，听得懂。话少。话特别少，话少，连板不会沟通，人家不会沟通嘛，实际上就不会做人呀。是会讲话的人跟人家一沟通，人家就 OK 了，是，对不对？姐姐咒要念多少？姐姐咒要给他念29遍。姐姐咒头应该说他的小人吗？怎么说？你就说好了，观世音菩萨，我犯小，错了，犯小人啦！不是，我不知道这小人打掉啊。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哎，那怎么念？你就说，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哦，那个男的是你儿子不啦？对。
我儿子某某某的化解他的冤结嘛，好了。啊，对。啊，有冤结嘛？对对对，明白了吧？应该是这样念。你欠你儿子的，我告诉你。嗯哼。你几几年属什么的？我48年属鼠的。儿子呢？77年属蛇的。我的娘哎！你跟你儿子上辈子是夫妻。是啊，上回你告诉我嘞。你看台长厉害吧？我都忘记了，1年前的事情吧。是啊。看见了吗？我上次法会我也和你俩这样对话了。看见了吗？哎。1年后，我跟你说，我根本记不住的。哦。跟你说，你儿子跟你是夫妻，所以你欠儿子，儿子欠你的。啊，秤不离砣，砣不离秤。是，嗯，我们关系很好，非常好。对，嗯，那我，你看我还能再帮他什么忙？愚痴。愚痴。嗯，记住了。好嘞。就好好帮他念经。好。好吧。好嘞。就好好让他开智慧。他身体。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儿子某某某，让他开智慧。好。好吗？好，他身体状况，身体也不是太好。腰，他就是腰。腰。哎，腰不好。耳朵。左耳朵，左耳朵有点问题，像中耳炎一样。他老耳鸣哎。对。我就不知道。肾脏引起的。哦。吃点六味地黄丸吧。好。真的。好。还要给他念念经。念多少章？他这个人很容易惹灵性的。哦，他这个人喜欢看一些古代的书，武侠小说里边，对，对，是，很准，对。我告诉你，凡是武侠小说，他都有真人当时做的事情，他都有灵魂的。所以我告诉你，很多人就喜欢古代的东西，很容易忧愁，很容易得灵性病，得神经病。那我给他，你没有办法的。你就多给他念经，小房子就好了。他这里灵，他这里找灵性，你就把他念掉，再找灵性再念掉。确实欠他的啊。你就欠了。是啊。刚刚明白。哎，好吗？那个什么，我再问一下那个3岁的属属也是属蛇的。男的女的？女孩。想问什么？13年，他身上灵性走没走？我给他已经念了13年属猪的是吧？属蛇的，13年属蛇的，我已经念了100多张小房子。没了，走掉了。已经走掉了。谢谢。这孩子现在很好。哎，对，现在开朗多了。过去吃饭很不好，吃不下，不肯吃。晚上哭，晚上哭。现在吃饭也好。对，现在很好，感谢台长。哎，台长，看看我吧，18年属鼠的，我念的小房质量怎么样？再一个，我的好嘞，不能问这么多，给人家问问了。好嘞，你台长，我的孽障看看占多少？你几几年属什么？48年属鼠的。哦，还好，23。谢谢台长。嗯。感谢台长。好，再见啊。感恩大慈大悲，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军宏台长，您辛苦了。嗯。我想问一下，1989年属蛇的是我的身体。然后我之前您跟我说我有灵性，然后小丫头啊，你有点忧郁症啊。啊，是。鼓掌。听得懂吗？嗯。我告诉你啊，你要当心啊，你现在这个灵性在你身上啊，晚上过来白天不在，所以你一到晚上就会有点恐惧症，害怕。嗯。你怕人家跟人家接触。对。嗯。明白吗？嗯。他经常在你的身上的部位是一个是在你头上，还有在你的后背和腰。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就是很头很晕，就是那种。看见了不啦？头很晕，他在你头上。还有小丫头，你要注意，这个灵性跟你有稍微有点感情的牵扯，所以他经常会在梦中来看你。嗯。所以有时候会这个对你有些不是太正规的尊敬。嗯。听得懂吗？听得懂。他会碰你身体的。嗯。
告诉大家，对不对啊？对。所以你们记住了，你们谈恋爱跟人家失恋了，跟人家乱谈，跟人家不好了，然后呢把人家甩了，他只要死了他就跑到你身上来，他就搞你，所以你们一定要当心的这些事情，明白了吗？好了，然后我想那个就是问一下我小房子烧的质量怎么样，然后问一下我图腾的颜色。你属什么？我是属蛇。几几年蛇啊？1989年。你的蛇是绿颜色的。啊，就是说我要穿浅颜色的衣服。浅一点的。嗯，好。好吧。啊，然后你刚刚还问什么？啊，你是灵性有多少是吧？不是，就是那个我小房子的质量。可以。嗯，谢谢太太。可以，好了。然后我还想问一下，1963年的那个属兔的，那他的那个身上有没有灵性？属兔的是吧？属兔。男的女的？女的。啊，有一个灵性，一个女的，年龄在40岁左右。啊、嗯，那需要给她念多少张小房子？在她的背上。嗯。经常让她在家里呀、啊、想不通、嗯，转来转去。嗯。明白了吗？嗯。需要给她念多少张小房子？46张。46张。好吧。嗯，好。好了。好，谢谢你。嗯感恩陆军红台长、嗯、陆台长下午好，大家下午好、嗯、您辛苦了。嗯，我想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我的身体和事业。我是85年1月的。属什么？属老鼠。身体和事业是吧？对的，谢谢小弟。你从小生出来体质就不是很好，听得懂吗？对。你要注意两点。嗯。你的肠胃非常糟糕。是，我的胃不好。大问题没有什么，肾脏要当心。好。肾脏，腰不好。啊，你的事业很糟糕哎，老犯小人，而且你还给人家骗过，骗过，听得懂吗？对。你想事业顺利，每天念49遍准提神咒，好，还有17遍大悲咒，还有心经要念21遍，好。好吧，好，这是事业上会好起来。我看你这个事业呢，今年呢会在5月份以后还会好起来。谢谢台长。你这个人呢，气量要大一点。嗯，明白吗？明白。你这个人呢，就是很敏感。别人呢，你对人家是真的很好，很真心的。但是呢，别人对你不好，你马上会记在心中。这个会对你的身体、对你的事业都会有忧郁，就相当于你把那个电脑的病毒放在了电脑里面了。明白了。明白了吗？明白了。啊，人家有时候对你不好，那是你上辈子可能是欠人家的，真的。所以小弟你不要斤斤计较，长得个子这么高，气量要大。台长跟你们讲过，人的气量越大，人间的事情啊，一点点事情到里边，哎，看不见了，气量就没了，对不 对？如果你气量就这么一点点，一点点小事放进来，好了，心就全部满了，就烦恼就开始来了。好，明白吗？明白。你不单单是身体和事业，而且你的感情运也是波折很厉害。我讲话你听得懂吗？听得懂。啊、嗯，你自己老实一点呐。好。你很老实，但是问题有时候又不老实。能麻烦台长再帮我看一下家里和佛台吗？谢谢。你供了观世音菩萨。对的。边上还供了什么？边上有一个福字。哦，拿掉。好。已经有灵性进去了，不要随便供。好。好吗？好的。就供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那个桌子会有点矮吗？矮了一点。
桌子一般的是这样的，如果你站在那里，你的眼睛要跟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要在你高一点点，听得懂吗？听得懂。就说你站在那里拜菩萨的时候，菩萨的像一定要在你眼睛的上面。好，上多少没关系，可以，明白吗？明白。矮了一点，能不能铺块黄布啊？可以。好吧，圈着块黄布。小孩子也不容易，你家不大，但是心很诚，明白吗？我都看到了。小弟，你会经历，你在去年已经经历很多感情上的和事业上的波折，所以我希望你在今年要转好。转好的话，这个一个呢要许愿，愿力很重要，好吧？好。能麻烦台长帮我看一下我的小姨，她是1955年属羊的，她的脸部右边三叉神经疼了7-8年了。啊，已经有点面瘫了，这里已经坠下来了。对，鼓掌。而且你小姨长得挺好看的。谢谢台长。哦，他也是太厉害呀，所以一个人不能太凶啊，他太精了，太聪明了，听得懂吗？聪明不等于有智慧啊，明白了吗？明白。所以这个你要叫他当心一点。好，好吧。好，没什么大问题，叫他每天呢念大悲咒，念完大悲咒之后两个手搓了之后再脸啊，就这么慢慢往不好的地方往上推。好，推30下。好，念大悲咒之后手要搓30下。然后再推30下。好吧，可以，慢慢就会上去了，还要喝大杯水。好，好吧。好的。你这个小姨叫她，你每天念5遍礼佛，面部神经风瘫的话呢，一般的这个人呢是两种，一个是天上有些惩罚，是这样，还有就是灵性拉扯拉他，因为他嘴巴乱讲话嘛，灵性会拉他的。好，明白吗？明白。好，谢谢台长。好啊。好，谢谢。台长您好。你好。卢台长，我想做您的弟子。因为那个我之前递交过那个弟子申请表，但是我没有条件去海外拜师，我就跟观世音菩萨求，我说如果1月份在悉尼有法会，不管能不能真正拜师，我希望有机会就在让金灿灿的环境下跟您说句话，就是我想做您的弟子，将来如果建成观音村，我要去做义工。因为现在观音堂的阿姨老阿姨们总是对我非常照顾，非常好，像家人一样，以后我成长了，成熟了，我以后我要去照顾他们，我给他们送饭。好，我照顾他们。好，我要做小佛友，我要做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我要做您的弟子。我就是先表达一个这个想法，然后不管您那个有没有交那个表格，但是我回去我要按弟子的要求去做。观世音菩萨多次在梦中慈悲加持我，您也到梦中来加持过我，非常感动，谢谢卢台长。所以台长告诉你们一句话，就是你们两个人一个家庭，孩子以后走的时候都不一定照顾掉你们。我告诉你们，真正能够陪伴我们走一生的，都能永远照顾我们的，还是我们那些佛友啊。每一个在观音堂照顾过我、对我笑过的阿姨，还有姐姐、小朋友，我都记得，他们就是我的家人。以后有了观音村，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做饭不好吃，我就刷碗。你也用不着这么自卑的。好吧。还没做饭呢，就说做饭不好，那对不对啊？你们记住了，千万不要到养老院去。因为佛有对你们的照顾，晚年比孩子自己的亲孩子还要亲，所以很多孩子不一定孝顺，但是我们的佛有学佛的人，他有慈悲心，他一定会对你们像亲人一样好的，这才是最可靠的人呐。所以对佛有好一点呐，真的。你看这几个老妈妈马上有一个干女儿了吧，有一个佛友帮你们照顾了吧，这些老妈妈，对不对啊？那个
台长，我节省时间，我不问自己，因为我自己的问题念经都可以解决，菩萨妈妈会管我的。我问我爸，1960年属老鼠的。这人简直是个男人。我是男人，您说过我。我又说过了，我说了自己都忘记了，啊，你那个想问什么？对不起。哦，那个，其实我就是担心我父母的身体健康。你爸是吧？对，我爸。你属什么？几几年？1960年属老鼠。啊，你爸就是肺要当心一点。那我回去让他戒烟。哎，看见吗？看见。你要他活得长，叫他不要抽烟，明白了吗？明白了。要有信心的。我懂。好了，小那个我要帮他念小房子吗？你要给他念心经。念心经。让他开智慧，否则你叫他戒，戒不掉的。我懂。你念心经之后，你用菩萨的力量让他戒掉，他就慢慢就戒掉了。好，明白吗？我爷爷就是肺癌，现在看见了吧？台长说的对不对啊？谢谢台长。啊。嗯，还有就是还有一个机会是问亡人。本来我想问一下我外公的，可是我一会儿要帮那个另外一个同修问。我外公过世之后给我托过一个梦，他说：“王磊，您就说我，您傻傻乎乎的，那个来悉尼没干什么正经事儿，唯一的事儿就是学了心灵法门，认识卢军红台长，这个是正法，我们都知道的，你就好好念经，什么都过得去。”看见吗？托梦给他的。这个是真的，我外公去世了，已经就是我醒来之后非常感动，所以我也不问他在哪儿了，就是他一定会好。他能够到你梦里来跟你说这些话，他不会在地府的。啊，对对对，我每次看见他金光闪闪。看见了不啦？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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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台长。金光闪闪，金光闪闪的，我告诉你，都是在天上，而且很高的天。啊，你现在没有金光闪闪。哦，我就是金光闪闪。你是脑子傻傻。对对对对对，台长说我脑子不清楚，让我多念心经之前。说我糊涂。姓胡啊？不是，我希望那个我帮另外一个同修问一个亡人情况，叫黄锦棠，飞黄腾达的黄，锦绣前程的锦，那个糖果的糖。黄锦棠。2011年过世，那个同修问他投胎了吗？黄是吧？对，对，就黄颜色的黄。对对对。锦呢？锦绣河山的锦。对。糖呢？糖果的糖。黄锦棠。黄锦棠几几年走的？2011年过世。男的是吧？女的。女的是吧？嗯。黄锦棠。他说已经念了108张小房子。嗯，你别讲，别讲，我看到了。嗯，也蛮厉害的，在阿修罗的最高端。好，我没问题了，谢谢台长，台长注意身体，谢谢。啊啊，谢谢台长。啊。哦，他问还要再继续念吗？当然了，当然了，是他妈妈是吧？奶奶。奶奶是吧？对。他拼命在往上跑呢。你奶奶拼命在往上玩，还要给她念69张小房子。行行行，好吧。好的，好了好了。谢谢。给别人吧。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台长。卢台长。卢台长。他不大会讲中文。没关系。哎，台长，我是第一次来法会。哎，你这样拿话筒直的。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到法会。那当然开心了，他们跟着台长学佛的人，哎，个个就这么开心的。是，这是我第一次。啊，所以有不对的地方。哎呦，别客气了，直接讲问题吧。好啊，我想问我爸爸1951年属兔的啊身体状况。51年属兔的是吧？对。你爸爸心脏不好，心脏不好，心脏，腰不好，对，对对，讲得响一点呀，对，对，还有，哎呦，哎呦，
你爸爸有一个属老虎死掉的人在他身上。老虎。属老虎死掉的人。男的还是女的？应该是。男的。去查一下就知道了。好。帮他念经。帮他念经。你爸爸现在脑子半边会经常发麻，经常头痛，手啊会发麻。对，他会发麻。听得懂吗？听得懂。你爸爸的脚也不是太好。是。腰也不好。是。他全身都不好。有时手，有时脚，有时腰，有时头痛。哎呀，有时有时嘛，就是灵性呀，灵性在他身上会跑的，听得懂不啦？是。我告诉你，他的右面，他的肝和胆呐、啊、也不好。哦。我告诉你，你当心点的叫他，他胆上有胆结石。胆结石。啊，就是石头。你要叫他当心啊，他还有前列腺炎，小便多。啊、哦。明白了吗？明白。他不信的。是。鼓掌。他情愿去拜佛什么，我们叫放生。他不念经。对。所以他身上一点亮光都没有。对。不过他本人是很好，每次都帮人，什么都帮人。哎呀，帮人是善事，善有善报。做好事、做善事的人呢，得到善良的回报，那么报掉就没了。那个学佛的人呢，他是功德，听得懂吗？功德在身上，有灾有难，人家给你算出来你要倒霉的，要出车祸的，他可以帮你消掉这个业障，明白了吗？好了，要帮我爸爸放生多少条鱼？还有小房子，三千条。三千条，还要念多少张小房子？86张。86张、okay、好吗？好的，谢谢院长。你爸爸没什么大问题的，死不掉。好啦。台长，我想帮我看我儿子一下。几几年的？07年属猪。哎呦，这小孩子有自闭症。对。鼓掌。3岁查出来的。告诉你啊，有问题啊。身上有2个灵性，一个是小孩子，那肯定是你打胎的孩子。对。鼓掌。那明白吗？请问一下，我那个打胎孩子，我有念小房子给他，可能还不够。不够，不够，还要65张。65张，好、谢谢。他还有一个灵性。还有。啊，那个厉害了，这个是主要的灵性，要念600张。600张。好吗？也是写给他的。要经者就可以了。好，好吗？否则他的自闭症不会好的。自闭症实际上是没办法医治的。对，你到了医院就是给他打一针镇静剂，然后不讲话，脑子不响，慢慢的就吃吃睡睡，人变得很胖，因为这里边都有激素的嘛，明白了吗？其实灵性走掉了他就没事了。医院能看的病你们去找医生去看。医院看不好的病，灵性病，那么找我看，我一定得帮你们看好。看看灵性病对台长来说小事，小菜一碟的。好了。这灵性是他自己的还是我带给他的？一个是你的孩子呀。对，那个还有一个灵性是他前世带来的。前世带来的。那他的功课我要怎么给他？你就帮他念小房子就可以了。功课帮他礼佛每天念3遍。礼佛3遍。心经27遍。心经。大悲咒49遍。49遍。就可以了。好的。好吧，帮他放生5000条鱼。我时常都有帮他放，5000条，谢谢卢台长，感恩卢台长，感恩。好，再见。台长可以加持一下吗？台长。叫什么名字啊？我是。叫什么？谢浩明。啊，谢浩明。大姐姐。你喜欢不喜欢观世音菩萨？Yes. Do you like 观音 Buddha? I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 观世音菩萨啊，每次那个菩萨。观音 Buddha. 观音菩萨啊。I always pray, mommy always pray.
in your house got the four Taiwan there? You pray one there?观世音菩萨 you like it or not? I like it. 好了，我已经给他加持过了。好了，谢谢台长，谢谢台长，看见了吧？一加持后，接下感恩台长都出来了。好了，有，好了好了。卢台长你好，你好，我帮他翻译他的业障，他自己背。几几年属什么的？他想问呢、他的孩子啊，是2000年出生的，属龙的。2000年出生属龙的啊，是的。想看什么？他有自闭症，他曾经念过200多章。不够。他家里呀、他家里风水也不好啊。他家里呀、风水也不好。要怎么样了、他家里很暗呢、而且他家里放了一些古董的东西，就是古时候古玩的东西。他前面有一个什么香的，怎么香啊？看见了不啦？蛇香了，看见了不啦？后门要怎么样处理啊？才讲怎么处理啊？他如果很穷的话，那么把他请走卖掉；如果他还有钱，那么包包好送到庙里去，或者把他送给别人，或者把它扔掉。扔掉。你扔掉要念小房子的，不念小房子，他会让你们家里鸡犬不宁的，已经有灵性在上面了。听得懂吗？是的。好啦。要念多少张送掉？21张。21张。那大概小孩子要多少张现在？小孩子啊。大概孩子2000年属龙的。就是小孩子一起呀、要670张。男孩的670。对，看到了。还有一个女孩是2001年属蛇的，好像也有点毛病啊。也是自闭症。自闭症啊，看见吗？是的。跟你们家里风水有关，我讲了太多了，听得懂吗？好好念经啊！家里设不设佛台啊？没有佛台。没有佛台，为什么不设佛台啊？他也不知道放在哪里啊。放在哪里？放在客厅里啊。他家里很小啊，他说。家里很小，人住得进去，菩萨进不去啊。没有这个心，你两个孩子会好的？你怎么会外面这种石像怎么都放在外面的？这没出息。他说他买这个房子之前有人家放了那个蛇像了，搬了还在、还有半截在那里啊，那个印子啊，那个石像还在那里啊，我现在看到了。对的台长，对的。他的女儿属蛇的那个要多少张小房子？800张。他家里如果现在风水不调整的话，他家里还会出事情，家里还蛮大的，还要说没有地方放菩萨像。你看人多恶劣啊，自己住得这么好，还有菩萨像这么一点点，他都不舍得放，听不懂啊？他问那个佛台可以放那个厅上？放在厅里啊？放在那个厅的那个窗户边上啊，落地窗的左面，不是有块地方啊？还有他老台长说他的房子风水怎么有不好怎么样？你叫他放佛台不就好了？佛台就。他晚上鬼一天到晚来找他的，整天有声音的他家里，还有他家的那个洗衣房里边整天有声音的，他还以为是洗衣房的声音呢。他问他两个小孩子有没有救啊？台长。这种人其实你看有什么办法了？200多，但每一个人已经练了200多家。你现在就等于问医生，医生啊，吃了这点药，这个我的病会好吗？你不吃药，你病怎么会好？吃了药之后，病一般都会好，但是也不一定完全好，要看你自己吃药认真不认真啦、身体的抵抗力啦、这还不懂啊？是的。这种人真的是，
好了好了。他说那个女孩的女孩已经念到200多，以前都不出不会出声的，现在要一点声音，但是不会讲话，就是声音的。念经了不啦？念了200多章。哦，念了500多章，出声音了，看见了不啦？200多。过去不出声音，现在出声音了，看见了不啦？那就好像你念下去啊，这个药如果吃得好，你就吃下去啊，听不懂啊？谢谢，好了，谢谢台长，谢谢，好好努力啊。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嗯。感恩卢俊宏台长师父，你好。嗯。想问一下，1986年属虎的啊。讲响一点。想问一下，1986年属虎的。属虎的。姻缘和事业。1980几年属虎的。86年。男的女的？女的。不好。婚姻会破裂。嗯。听得懂吗？听得懂，要特别当心啊！这个老虎怕也不怕，婚姻就是出毛病了，他还会有。哦，听得懂不啦？听得懂。是你呀？对，是我。那当心啊！你在你老公，你在这个结婚之前有过男朋友不啦？有过。对。啊。1年以上有吗？1年以上没有啊。就是谈恋爱谈了1年以上有不啦？之前。哎，之前如果谈过1年以上的，就算一个了。这次跟你老公吵得来一塌糊涂的话，就有可能会保护，就是还会维持下去。如果过去没有的话，那么这个老公是第一个，那你这个肯定就没了。那下准备第二次婚姻了，听得懂吗？所以如果你有一个的话，就说明第一个虽然没结婚，但是只要两个人好上1年以上的话，就算一个了，明白了吗？你不要不着用不着告诉我，你自己去想想就好了，明白吗？好好的念经啊，你这个人感情上是来还债的，所以你感情上会吃很多苦，我话都讲给你听了，你听得懂了吗？啊，要学会吃苦啊，人活着要学会吃两样东西，一个是吃亏，一个要学会吃苦，这个人在社会上才能生存下去。嗯，大家说我说对不对啊？啊，事业呢？啊？事业。事业还可以，一般，高也高不上去，下也下不来。嗯。你也不是做领导的料，我看看这个图腾。事业，一会儿这个图腾往上跑，一会儿下来，一会儿往上跑，一会儿下来，就比较平稳的，没什么大问题。你这个人呢，对人家还是不错，喜欢给人家送点东西给人家啦，给人家有东西大家一起吃啦，所以单位里啊对你还是不错的。嗯，好，对不对啦？对，嗯。好啦。嗯，还有问一下我爸爸的身体状况，1957年属鸡的。身体啊？嗯。一般。一般，你爸爸身体一般。因为他脚就是很严重，就是看也，去有医生看过了，不知道怎么样。啊，左脚。嗯，血脉严重不和，没什么大问题，骨头出问题了，经络啊、皮肉啊都还可以，骨头有问题。嗯，明白吗？你赶快让他每天晚上泡脚，再放点黄酒。黄酒。好吧，你爸爸，我告诉你，脾气很坏，而且你爸爸的婚姻也不好。小丫头，我告诉你，你爸爸跟你妈妈。会出大事情的，会离婚的。听得懂吗？会。真的。那怎么化解？怎么化解？很简单，念姐姐咒，天天帮爸爸念姐姐咒，帮妈妈念姐姐咒。那他们不信。哎，明白吗？不信你帮他念啊。会不啦？念多少遍？姐姐咒，给爸爸念108遍，给妈妈念49遍，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希望我们家里平平和和啊，然后每天给妈妈念心经21遍，给爸爸念心经21遍，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和和满满啊，不要有矛盾，都可以跟菩萨讲的呀。还给他们烧小房子，因为你妈妈有掉过孩子，我刚刚都看见了。我快的话，我从你身上我都看得到你妈妈掉过孩子。你本来有个弟弟，听得懂吗？哦。被你妈妈弄丢了，所以这个弟弟在你妈妈身上，所以你妈妈整天性格不开朗，发脾气，不开心。听不懂啊？怪不得。那念多少张小房子？小房子叫你妈妈念69张。好吧。可以帮她念吗？你帮她念了。好吧，你就比较辛苦了，好吧？那最后一个问题可以吗？最后什么啦？就是一个亡人叫郭秀珍，女的，2015年4月去世。郭什么？郭秀珍。秀丽的秀。黄字边旁个珍啊。郭秀珍。在哪里？要多少张小房子？男的女的？女的。嗯，他好像收到过小房子，他已经在阿修罗道了。嗯，好，明白了吗？好，谢谢。好啦。好，谢谢台长，谢谢。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愉快，好好学佛修心，好好做人，啊，做人啊很重要，学佛就是做人，人成即佛成。台长希望大家好好念经，有不懂的可以到门口去问。另外呢。啊，我们东的那个东方电台呢，在年三十晚上烧头香，灵的不得了。那个票子在门口拿，大家可以去随便拿的。啊，我们现在这个很快，观音堂比较大，所以一般1个多小时烧头香都能解决，好吧？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年年快乐，心情愉快，身体健康，菩萨保佑。希望我们大家要真正的学佛，真正的放下自己心里的烦恼，才会拥有菩萨的智慧。有烦恼的人不会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不会烦恼。好，最后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学佛修心，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见。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再次感谢大家参加本次悬疑综述大型现场解答会，本次法会圆满结束，祝大家学佛精进，法喜充满。